零九一八强震也导致了玉里镇松浦及长良纳古塔柜位受损，受损的瓮罐呢有102个，柜位损坏有118个。为了抚慰亡灵，镇公所特别举行法会进行普渡仪式。强震导致玉里镇松浦以及长良纳古塔柜位受损，受损瓮共计102个，柜位损坏计118个。为了抚慰亡灵，镇公所举行法会进行普渡仪式。小喵，三小喵，几喵。镇长江东城说，强震无情，镇公所潜心举办祈福慰灵法会，不仅为了抚慰亡灵，也祈求玉里全境得以平安顺利。禀凑上参一天法事可以，举业数日成此敬拜开箱，功成法会表文，恭迎圣驾，祈骨引进放榜，引魂可以起诵玉皇真经，瑶池金母。家属如果登记要置换由花莲县葬仪商业同业工会捐赠的样式统一瓮管者，目前环殡所也已经正在处理当中，后续镇公所也会跟家属持续的联系，必定以最妥善及最尊重的方式办理一切的后续。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